我们的特派教练吴亦凡。公布这一轮的结果，三。之前吴亦凡就被拍到出现在创造营2020的拍摄现场，而在创造营2020的下期节目中，吴亦凡也是作为特派教练闪亮登场了。当吴亦凡和黄子韬、鹿晗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小编可以感觉到有无数迷妹们激动不已，毕竟曾经的归国四子戏中的三人已经久违同台，这历史性的一刻也是有些激动和感人。小编对创造营节目组的实力也是佩服不已，可以把吴亦凡请过来救场的节目组也是真的很有实力，鹿晗和黄子韬二位兄弟也是为吴亦凡到来有些高兴，三位好兄弟凑在一起估计又是十分有趣的一幅画面。